今天的新闻糗事狂，先来看一下我旁边这个画面。中午睡觉打盹，突然发现有大象在你旁边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南非就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的私人度假小屋就盖在克留格尔国家公园的旁边。这个公园什么没有啊？大型的野生动物最多，平常还有像是这个长颈鹿啊、斑马等等。而由于这对夫妻的小屋里面有游泳池，所以这三头大象呢走过来看到这个游泳池之后就停下脚步，就有其中的一头就在吸这个游泳池的水啊，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景观。